你以后别老当着别人的面叫我，叫多了不好意思了。那我看看，脸红了吗？不给你看，快说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其实没什么。要是万一我离开你了，你会想我吗？不想，你爱去哪去哪。那要是万一我死了呢？死了才好呢，免得让人看到咱俩老在一起，笑话我。我说正经的呢。什么正经的？我可能要离开这儿，单独去执行一项任务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挺危险的。要是万一我回不来了，我不许你往下说。告诉我你要去哪儿？我是真的不能告诉你，因为军人是有纪律的。反正现在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真的会有危险吗？不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你不能死，我会等着你。你干嘛握着我的手？你不是说这样会生宝宝的吗？我不怕。你一定要回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为什么不爱她？你为什么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啊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。这颗是牛郎星，那颗是织女星，中间隔着一条银河，天各一方，不能相见。只有到了七月初七那一天，他们才可以见上一面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凄凉啊！我可不愿意变成牛郎，你呀，也千万不能变成织女，要不然那样的话，咱俩永远都见不了面了。生离死别呢？走了，出发。放心吧，秋姑姐，秋姑姐，你快醒醒！怎么了？你看那个灯闪了。you
是有消息了吗？幺妹，快醒醒！醒醒醒醒！大花，起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有消息了？安静，安静。秋姑怎么样啊？快说呀！我们找到大部队了，站起来！找大部队了！小高和小杜呢？他们走了。对，他们走了。但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军火库，要去打探一下虚实。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半夜就出发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还病着，我怕打扰你。你让他们两个单独行动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小杜说他有可能回不来了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他的任务是保密的，他还说他有可能牺牲。你怎么回事？他们有可能单独去行动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吱一声呢？可是他告诉我，他只是去摸一下敌人的情况。你废话，他不这么跟你说，难道他告诉你们他们去送死吗？我真的没想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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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你就不要做决定。不是我做的决定。是高宁都做的决定，你们两个都别争了，现在应该想想办法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那个侯处长在哪儿？就在廊道左边那间屋子。英子，
幺妹儿，跟我走。把你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、彻彻底底的告诉我，不许落下半个字。你们都审问我两回了，还让我说什么？可我是第一次问你，说是不说？好吧，我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们再来问我，我宁可咬掉自己的舌头，也不会跟你们说半个字。哟，你小子还真有点勇气啊！别废话，说吧。洪珍宝方向，我军正与你们交战，另外有四个团的兵力正向洪珍宝集结，增援我们在那的部队。这个情况你上次可没说。我没说过吗？你什么时候说的？哦，那是我漏了。军火库的情况呢？军火库驻扎着一个连，那是我们的一个武器供给站。离这儿有多远？大概十几里地吧。不过，你们千万别打他的主意，因为你们根本就进不去。地名叫什么？罗旗镇。集合队伍！集合了，集合了。你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赶在小高之前把他们截回来。那万一他们现在已经进了镇子呢？那我们就跟着进去。赤红，我一向十分尊重你，但是这一次，我绝不允许你把姐妹们往火坑里面带，因为我们对罗旗镇的情况一无所知。那小高跟小杜呢？我们就不管了吗？他说过他们会回来的，他们仅仅去摸一下敌人的情况。你没听白雪说小杜临走前所说的话吗？他们完全有可能独闯虎穴，如果真是这个样子，他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，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帮一把吗？就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到底是去帮他们还是去连累他们？你别忘了，那儿可是有重兵把守的。重兵，当时为了电台，我们不是照样从守备团那儿把电台给夺过来的吗？可这次的情况和那次的情况不一样啊！我不想再跟你争了，你这是见死不救，是逃跑主义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我绝不允许你把部队带走。好了，你们都别争了，我提个建议，我们让全体战士来个表决，到底是跟赤红走，还是跟小青留在这儿？少数服从多数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那好吧，大家表决吧。同意去的，站在赤红这边。既然这样，我辞去我班长的职务，你们走吧，我一个人留下来。
时间不等人，准备行动。等等，你再给我两分钟时间，我们的队伍不能闹分裂。你过来干嘛？回去。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跟吃了枪药似的，火气那么大。小青，你我是现在这支队伍中唯一的两个党员，我们心平气和的以党员的身份相互沟通一下。第一，你没有权利交出你的指挥权，赵班长移交给你的这个权利相当于组织上赋予你的使命，你不能随便转交给别人。现在没有人听我，我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不如成全了朱之后。姐妹们不是说不听你的，她们是有判断能力的，她们赞同的是对的一方，并不是想要故意为难你。另外，高宁都和杜长友虽然不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战士，但是他们跟我们一路走来，已经成为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他们在生死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我们无数的姐妹，而现在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伸出手？可是小高从来没告诉过他们是要单独行动，他说他们只是探路而已。这种可能当然也有，但是万一他们准备单独行动呢？那就是他们自身缺乏组织观念，所有的后果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承担。你这是在感情用事。我不是感情用事，我觉得我以前实在是太懦弱了，所以我现在应该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。跟坚强有关系吗？相反，我认为你是自私，是在耍性子，你是在把战友的生命当儿戏。本来我想以党员的身份跟你好好沟通，避免出现队伍的分裂，但现在在我看来，我这是在对牛弹琴。走。我就知道不会有结果的。出发。师傅，小青。哎，志宏，大家等等。全体列队，
王班长为我们讲话。同志们，姐妹们，我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班长。白水桥一战，由于我执意地带着战士们返回，结果赵班长为了掩护我，身负重伤，最后牺牲在了龙门寨。到了龙门寨，我又带着护士班擅自脱离部队。龙门寨一战之后，我又未能听从同志们的劝阻，执意地带上了那几个俘虏，导致了王兰香的牺牲。我承认，在很多问题上，我缺乏战斗经验，而是一味地强调保存实力。这使我和赤红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，严重地影响了队伍的团结。在这里，我要对我的姐妹们和朱赤红同志表示我的歉意。刚才英子对我说的那番话，对我的触动很大。她告诉我，高宁都和杜长友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和姐妹们并肩战斗。什么呢？长官，长官，这是我弟弟，是个哑巴，这都二十多岁了还没娶着媳妇呢。我听说这城里有个郎中能治这病，我就特意来看看。你们两个面很生嘛？那是，我们走了好几十里过来的，专门就要给他看病。啊，那个，您看。这不都是为了看病吗？好好好，去去去去，两个乡巴佬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谢谢长官，谢谢谢谢长官。哎，啊，哎，二位客官，我们这儿打烊了。打烊？打什么烊？我们那么远跑过来，在你这儿要口茶喝，怎么了？哎，不是说不给你们水喝，这儿兵荒马乱的，那些当兵的看见我铺子开门，肯定会闯进来抓人的。你傻呀？你把门关上不就得了吗？来来，我把铺子关上。哎，不是，喂，哎呦，你关什么？这是你的差遣，坐呀。小二，跟您打听个路，洪珍宝怎么走啊？洪珍宝？哎，你们可千万别去，那儿现在正在打仗，打得翻了天了。那么啰嗦，我就问你，洪珍宝怎么走？哦，从这儿往北三十里地。哎，赶紧趴下，别让他们看见你们。哎呦，你们还看，让他们看见你们可就惨了。你们被抓了还是小事，我被抓了可就麻烦大了，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。别吵吵，别吵吵，我问你。这帮王八蛋抓了人干嘛？还不是抓取军火库做苦力？做苦力？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光明灯啊！落到他们手里可就惨喽。哎，你想，我们要被他们抓了，我怎么样？那不就得进去？小二，哎，
二位长官，我这是小本经营，你们看着什么，尽管拿走就好。你别怕，我们是跑码头的，只是把枪寄存在你这儿，过两天再来取。你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啊，行，放心放心，我绝对给你们保管好。两个是外乡人吧？啊，我们是路过的，没想到就被抓了。我是本地人，我叫耿大同，住在罗旗镇的南边。啊，我姓高，他姓杜，我们两个本来想跑这儿来做点跑腿的买卖，你说没想到，你们两个就别蒙我了，一看你们就不是一般人，你们两个是故意送上门来的。大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这还用说吗？谁会往那帮家伙的眼皮底下跑啊？这你可说了不算，嘴巴长在我脑袋上，我说了算。哟，今天人不少呀。就这些啊，还不够呢。这又要扛活，又要挖沟，事情多着很呢。你赶紧让我们过去吧。走。你家人不会出卖我们吧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，再跑的话，我收。哎，我自己来，我听话。哼，来到这儿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干活，吃饱了饭不干活。我不要你们一条命，也要让你们脱成皮，给我带走。走，快点，走。谁要是动作慢了，就用鞭子给我抽。这儿的敌人不少，再加上那么多苦力，人多眼杂，看来咱们不能轻易行动了。再看看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说哪部分呢？没看见长官来吗？站开！撤！他怎么来了？还有咱们那个死对头。撤！哎，还有那个蔡忠培。就是他，他怎么又落到他们手里了？可
看来咱们这次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了。这是秃子带走了一次后他们热了。走，走！沿着前面这条路走，应该就可以直接到达罗溪镇。可是我们走了几个时辰，都始终没有看到有村落的痕迹啊。 有情况，快，你闭！趴下！给我找找这鸭子！嗨！还有，小赵。 差点把我憋死，哪有你这么狠的？狠吗？姑奶奶，我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，要不然的话，非得把你憋死不可。谁让你刚才贼眉鼠眼、蠢蠢欲动来着？啊！我哪里蠢蠢欲动了？我看你刚才那样就是不怀好意。你们这么娘们，我没法跟你们理论。行，告诉你，我们也不想跟你理论。 你说这家伙在，把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呀！把我弄急了，我弄死他了。少说没用，有点心思，多花费在军火库上面。这儿的兵力啊，至少有一个连，设防也非常严密，尤其上面的岗哨，咱们下面的活动，他们能一目了然。 只要能把火房的那堆柴火点着，风势就会把火吹向库房。库房一旦烧起来，军火库就会爆炸。万一引爆不了呢？那就抢夺敌人的武器，冲进库房，照样能让军火库爆炸。 怎么样，蔡参谋？ 这儿的条件还不错吧？条件再好，我不还是个囚犯吗？哼哼哼，那是自然，所以你应该跟我们好好的合作呀。你让我跟你合作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多次了，我是无辜的，是被诬陷的。蔡兄，这些问题你可以留到军事法庭上去说吧。我的职责就是把你安全的送到南京去。 如果你的人在我的手上丢了，我就罪责难逃。所以，蔡兄，你也应该体谅体谅兄弟的难处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就不理解我的难处呢？是，本来我是想老老实实的跟你去南京，提出我的申辩。可是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帮庸官是永远不会听信我的申辩的。 所以，我才改变了主意。其实不是因为这个，你是怕我们把你的家人全给杀了，所以才急匆匆的赶回老家。没想到我们的判断一致吧？行了，蔡兄，别固执了，我确确实实是在履行我的职责。你的职责就是命令你的手下冲我开枪，对吧？ 那是让你逼的。谁让你一见到我们跑得比兔子还快？还有，你曾经是军情处的参谋，掌握着党国的重要机密，我就是一枪崩了你，也不能让你落在共匪的手里，懂了吗？可是我当时并没打算跑，甚至在你们冲我开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
我还以为你们是枪走火了。那一次确实是属于走火，我们是想打那个女共匪的。那么第二次呢？你还有完没完？别说了，我要是想杀你的话，早就一枪崩了你了。我还用提心吊胆的一路上带着你吗？蔡兄，请你理解我，咱们好好商量行不行？只要你不跑，我就绝对不开枪，怎么样？焦连长，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我跟共军说过，现在同样的话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只要有机会，我还会跑的。是吗？你可以再试试。来，请。李大牙，你如此慷慨，我焦作民可不敢当啊。没想到一别数年，你我今天能在这儿见面，这也是咱俩的造化，咱俩的缘分吧。哎呀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。想当年你当排长的时候，你可没少欺负我。没想到吧，我李大牙啊，也有今天当官了。是啊，有进步。现在跟我平起平坐了，竟然也弄了个连长干干。好啊，长出息了，来吧，为你的高升干一杯。嗯，干杯。我也陪一杯。你看，哎呀，我这狗屁连长怎么能跟你这个连长相提并论呢？你是谁啊？秘密调查组的特派员，我呢只能天天在这守着这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军火库，一个天一个地，根本就没法比。你身边那姓蔡的，哼，好像是个重犯吧？啊，你还算有眼力，此人确实是个重要人物，但也是个倒霉蛋。不瞒你说，他在我的手上曾经被共匪劫过，又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想跑回他的老家。大牙，你不想想我是什么人，早就给他算好了，结果在半路上我就把他给抓住了。高啊，啊！哎，你说这话我不跟你抬杠。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啊，他喝口凉水都塞牙，哎，放个屁他都得扎脚后跟儿。是，大牙，今天我焦作民路过你的地盘，一，我的部队需要休整几天；二，给我补给一些粮食和弹药。同时，我托你帮个忙，我押送着这个要犯。万一你要发现他试图溜走，我授权你直接开枪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哎，你看看，还把我当成那当年那小喽啰了是吧？啊！李大牙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特派员。来，干杯！好。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也知道你们想干什么。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们是共产党的人，你们要打军火库的主意，我说的对吗？这儿的武器足足可以武装四个团的兵力，如果不把它毁了，对我们红军极为不利。你们想把军火库炸了？有这个想法？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说说，为什么要阻止我们？这你都不明白啊？一旦军火库被点着，这整个一片将会葬送火海。漫漫，素面红颜，看山河苍茫。女人泪，女人笑，终归是暮暮朝朝。
情为已了，相遇太美，就算千辛万苦，有你青春不悔。相爱太美，就算千山万水，勇敢的心无所谓。